啥也没有，还好有个宝箱，一条木制品外加皮套面包，还剩暖心小船。那今天就不薅羊毛啦，生存第一要素，想致富先露宿。说好的拔刀生存，我怎么到现在连一只蚊子都没看到？鲁克工具台看一看，无名刀木偶，一个木棒，两个果木可以合成。好说好说，就这都是桃林哪来的果木？逛了大半圈，可算找到果木了，赶紧撸起来。让我看看这刀什么名堂，居然还可以升级。小羊你来的正好，试试我新做的木刀。怎么狗带了？打扰了。奇怪，前面那些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像眼睛？居然还有小翅膀！哎呀，好疼！这多加带扣的就把我苗狗带了。等我发育一波，再回来收拾你们。去别处逛一逛。我的天，骷髅怪怎么在这里？躲着玩捉迷藏吗？我打打打，算你跑得快。前面还有一堆，嘿嘿，一看到我就跑了，没意思。去河边溜达溜达。咦，河里面好像有什么？这不会是神器吧？打扰了，难不成底下有宝贝？这里危险重重的，趁大叔值班，还是早睡早起的好。各位晚安。